你给我留两张票，给3000块钱，给你安排雅座。你要行就行，不行咱就别磨叽了，行不行？我给我哥们留着。美女，我来取票。啊，你是订的2张4/8的是吧？对，2张4/8的。啊，美女留着呢。来，2张4/8的啊，拿好。晚上7点演出，早点过来啊。美女，给我来2张前排的。 没有了，省心了。我这来就等半天了，这一会儿就没了，我也等了半天了。那你们老远来的，我这事儿来哈。什么人呢？都是看人家商量。越看有明天再来呗。走嘞，上走嘞。干啥呀？我认亲。这孩子咋的？这玩意儿很像。走嘞，卖票卖不上，不能捎回来。听大哥声音，你不是本地人吗？河南郴州的。今天非得要看二段呢？迷了青岛溜达了夯巴子的走。 明天非走了，这哥们我认识，就小长白，总来捧场。啊，有印象，有印象。你这捂着手里吧，你这还给别人留了几张票呢？你就给我吧。不是，你听我说，这是给我哥们留的。你说给你，少说两句。该多少钱多少钱呗。还有几张票呢？6、7张。6、7张。咱们你跟他说，你跟他说来，你跟他说，你跟他说。 这事儿还真挺难的。那你咋整？其实我们队长说话了，队长不说话的话，这几张票也不能匿名。你要几张啊？6。对，你这样啊，匿名你们行，但是我要把话说。我把话给你们说明白。现在没有别的票了，我手里边现在有几张8十块钱票。八十的，不中，不看了，别看你妈，就没面子。你别老喊，老喊什么喊？好吧，你这么的，6张票。 给3000块钱，给你安排雅座，你要行就行，不行咱就别磨叽了，行不行？我给我哥们留着。行行行行行行行，行不行？中了中了中，够意思了，这赶紧弄买上已经不来了。能买着就不错了，啥时候？行，好吧，你这是遇着我俩了，要不然票根。好好好好，安排好，好不好？你放心吧，我再送你个果盘。好好好，晚上到那块以后，完了我绝对给我报案，我就给你领进去了。好好，过去了，兄弟啊，安排到雅座，必须给安排好。 好不好？拿吧，必须安排好啊！其他的，你买票别老喊。好好好，喊什么玩意儿？你们干啥呢？哎呀，那个我们想帮你干点啥活儿，是不是过来瞅瞅？看一看，是，我这工地上的活儿啊，你们干不了，再说了，你们不戴安全帽，这都危险呢。啊。 这块是我们剧场最豪华的位置，在这块看戏最舒服。另外，我跟你说，这个位置一会儿要是不来客人的话，你就在这坐着；如果说来客人的情况下呢，我给你们往前调一调。现在你们去前台这干，哦。如果有人问你的话，你们就说我是董事长朋友。以后待遇我三公，啊。但是有一点，咱们剧场啊，不让照相和录像。 希望大家能够遵守一下，别给我找麻烦，好不好？但是不耽误大家开心啊，开心快乐啊，理解万岁，开心啊！哦